呢一句系唔啱嘅。Charles Dickens 系写小说而唔系写 musical 嘅。Be a Wolf, Tiger 同埋 She Was in Beauty 三首都係詩嚟嘅。你只需要對其中一首有啲印象，就應該答到呢題嘅。在这一 part 只是介绍过三位的时装设计师，大家可以记一记。Charles Dickens 的小说书入面提过嘅系《Great Expectations》同埋《Oliver Twist》，相信好多人喺读书嘅时候都睇过。呢条问英国嘅两位艺术家有啲难，答错咗都唔使怪自己嘅。呢条问你两个出名嘅户外音乐节，喺呢本书入面只系提过呢三个，大家可以记一记。呢条问作曲家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喺边度出世？答案系德国。James Austin 同埋 Charles Dickens 呢两位都系好出名嘅小说家，相信大家都应该答啱。答案 A 嘅 Henry Purcell 同埋 Rayvon Williams 係英國嘅著名作曲家，希望大家都有少少印象啦。呢两个是园林设计师，所以答案是 A。
关于十九世纪的哥德式建筑，书入面有提过四个地方，大家可以记一记。Gilbert 同埋 Sullivan， 佢哋系写 comic operas 嘅作家，所以答案系 B。关于 Jane Austen 的作品，这本书只是介绍了两本，大家记一记。John Constable 是风景画的画家，和 Police Force 是无关的，所以这条是错的。Pantomime 是在圣诞期间演出的，所以答案是 C。这条很容易，他只是问你有没有英国的作家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当然是有啦。这本书就介绍了三个。这一句是啱的， Pantomime 就是根据童话故事改编的。这三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，你记到其中一个就可以答啱呢题。呢条问两个英国著名的作家，这两位都很出名，这条不算很难。Sir Edwin Lutyens 是二十世纪的建筑师，这条有点难，要读到很熟才答到。
The Proms 是古典音乐会而不是网球比赛，所以答案是 A。Lawrence Olivier Awards 这个剧场的奖项每年在伦敦举行的。Mousetrap是一个长寿的演出，而不是答案 B 的 Environmental Policy。 由 BBC 举办的古典音乐节，答案当然是 C 啦，之前那条都考过。这一句是啱的，这本书是 Thomas Hardy 写的。这条算容易，莎士比亚就是写剧本和十四行诗 Sonnets， 所以答案是 A。 在这几个人名里面， Mary Grant 是时装设计师，而 Henry Moore 是雕刻家， Thomas Hardy 和 Graham Greene 才是作家。这三个都是诗人来的，而不是著名的 golfers， 所以这句是错的。Turner Prize 是现代艺术的奖项，而不是小说奖，所以这句是错的。在17世纪，古典的建筑师 Inigo Jones 的作品有 Queen's House、Banqueting House。